喂，哇，你都来了吗？好久不见你了。好久不见你啊。有多久了？好久，应该才两个多月了吧。两个多月了，差不多。对，越来越漂亮了嘛你。哎呀，有吗？谢谢夸奖。什么时候到这里的你？昨天晚上到的。你都不打电话给我了吗？现在。我昨天晚上准备想打电话叫你出来吃烧烤的，但是电话关机了，没电了。有点飘起来了。没有飘，没有飘，做人要低调一点，没有飘起来。过来看我，还是看货？看货。你不是最近到了很多的新货吗？对啊。有没有要给我封漏的？啊？有没有要给我封漏的？这个好看。每个都好看，不是一个好看。但我喜欢这个。来，接着来。我等一下嘛，我去医院看一下好不好？他这个耳钉好冰哦。哎，这边你镶的吗？对。哇塞，你小孩太懂女人的心了啊！还给我们镶嵌了18K金的戒指。有时候咱们有很多粉丝宝宝都会吐槽说，哎呀润子，这个铜托的这么大怎么戴呀？其实如果你们不喜欢买这个铜托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些18K金的，只能说小黑越来越懂女人了。你看一下，他一般是不做18K金镶嵌的，但是今天我来看见了，这也是18K金的吗？咱们18K金的。哇塞，这个戒指也好美呀、啊、有大颗粒的，然后也有这种小颗粒的啊，这个也漂亮，这个起了松眼皮的一个效果，这个镶金的啊，镶的好好看，太美了，小黑。No big color 知道吗？跟你人一样的，又美又帅。漂亮的。好看。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你只会说这几句吗？啊？你只会说这几句吗？你都干货吗？先干货，砍价的时候再来我。砍价的时候再来啊。对，你小带小气鬼。我哪里小气了？我还没有砍价。你心太黑了不？我心好的嘞，什么心黑不黑的？这三对的话都是这种松眼皮的一个效果。好美啊，18K金镶嵌的，我要看你的铜托的吧。这个 K 金的话，就是有一些姐姐不喜欢这种款式。没事的呢，慢慢的看一下嘛。慢慢的看一下。我不急的，我一天都在这里。你一天在这里吗？对。哇塞，这个就是铜托的，全都是这种钢炮啊，好美呀、啊！这种就是那种松眼皮玻璃种的，很干净，颜色很漂亮，很美。这种打多少钱一对？哪一种？这种。这种的一对多卖价要，有点预算，有预算，有点预算，10000以上，要10000多，对，有没有亲民一点的，给我放两个漏吗？我给你大漏，给你一个这个，哇，这个漂亮哎，最好的绿的，电筒有没有？我用一下电筒，你看一下，我好的肯定不想看啊，我这个肯定很贵吧？啊，这是正色正料，对呀、啊，好看。但这个肯定不温柔，不温柔这个。这种颜色是属于那种蜡绿蜡绿色的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你看一下，24680，12颗，12颗蛋面，颜色非常好，很干净。这条可以，这条打多少钱呢？哪一套？这一条。你价格实在吗？我多给你收一点，你价格不实在我就走了。我开的价格都没收那么凶干嘛？我的意思就是你价格低一点，我给你开点张。不卖了，海老师，滚去！海老师，价格都没收那么凶。我本身就是这样子的，我。温柔不来，没有温柔细胞，你叫我怎么温柔？啊妈的，那么凶，有那么凶吗？温柔一点，温柔一点。这个要多少钱？这个卖价。我不会呀、啊，这样很别扭的，你就给我说多少钱就可以了。卖价。我买你的货，你不是卖你的温柔。两万八。2万8吗？对。这2万8太贵了。24680。第二个单品怎么贵啊？2万8多少钱一颗了？一个2300对呀、啊。太高了。不高不高，这就也是了。这个可以拆下来做成一条项链，也可以做成一对耳钉，超级美。这个应该只有卡到3-4家吧，我看一下。什么卡3-4家？卡6-8家。我是卡6了，我还以为只有卡3家，价格太高了。哎，18000了，走，拿着。静静的价钱，我不要太高的价钱，太高了。你再看看来不来，新来不来，给你，可以卖给你一套。这一条6000块钱，行了，我就给你开张。这6000块钱怎么买？6200，小200。一个都不行，怎样还怎么看？10000卖不了。6200，不卖我走了。你考考给看一下。6200，可以的啦。再给你一个，第来的。这边还有好多紫色的，你看它整盘的话，全都是我们最喜欢的这种绿的呀、白冰的呀、带情底的呀，还有紫的玻璃蛋都有，等等。6200，这边也是新的吗？对。我看一下吧。再盖一张吧，你这眼睛那一个没了。不好看，看太多了，眼花缭乱。行吧，6200。6200不行，高高给走了。高高给看一下。6200可以的啦，开个张啦。好朋友不嘞？打电话问一下爸爸。不用问这种的话，我的小弟弟们都求不用问的。那你自己做主卖给我了，6200。开，来。谢谢小黑大哥。来，没给你面子，刚刚来给你面子。我也给你面子，给你开个张。好久不见你，给你面子，开始卖的。来吧，现金。有没有想我？
心里想的。心里想的。是嘴巴里想我吗？不是嘴巴想，是心里想。真的吗？我感觉你越来越帅了。哎，我你也越来越漂亮了。哎，我。相互的商业捧对啊。6200，早知道就给你6000了，还给你加200块钱。卖。6000多卖。哎，老师的妈。62，谢谢老板。谢谢黑老板，像这条项链的话，拿回去镶出来真的是 YYDS 那种，它是很辣很辣的。你看一下，无论在任何地方看，它的颜色都是很美、很漂亮的辣绿色。喜欢的姐姐千万不要错过了，评论区里面告诉给认识。想要镶耳钉呢，还是镶戒指呢？评论区告诉我，我帮你们镶嵌。好了啊，给我个袋子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袋子。再给我一个嘛。对。这个也是镶的啊。我都不要你的货、啊、给你袋子，这里给你多，给你一个大红的袋子，拿着。好，拜拜，走了，晚上直播间来啊。 OK， 晚上去送货。 OK， 我要给你播嘞。乖给这个货，肯定高给啊。好多，还有家里好多货还没有相见，每天学校还没有相见啊。对，爸爸最近寄了新货了。对，很多，我比他货很多，今天还没有摆完啊。没有上完，没有上完，在老师在家里绿化手路了的。你这次的货到了很多，这种大颗粒的我很喜欢送。就下来一点点拿出来。送完了，哎，我这边放了吧。OK， 晚上来吧。你晚上来啊，你快来，我跟你讲。哥给，你带小西龟。哎，老板哥给，老板给他说了算。你心太黑了不是？感觉见到不感觉，我感觉。走了，晚上播播间见了。你不来，我爸操你嘞。走，回家。